亲爱的，那我也给你撂句实话，其实这家超市吧，不是你的。他将来你说那么多没有用了，是吧？那个你就看我实际行动嘛，是吧？你刚才甩这两下子，是不是肩膀都疼了？这些天净陪你瞎逛了，我都没上班，刚才甩了甩，还挺舒服的。你说这命，那个姑娘啊，就刚才你咔咔这一甩，都把我给甩懵了。你能不能教教我？就我们家刚子有时候也整那玩意儿，他怎么整的像系领带似的，把自己都五花大绑了。你把我教会了，我再教他去，是不？是不？啊，是是，你也教教我。俺们家钱世峰吧，胃不好，还老出去应酬喝大酒。他回家吧，就愿吃这种热乎的现拉的。这，亲爱的。这样吧，那个你看大姐二姐都需要，是不是？你一个人忙不过来，不行我帮帮你啊。没想到大家都好这口，正好我刚才汗也没咋出透，要不我就带大家活动活动。行行行行，活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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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活